OK， 行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游卡桌游三国杀第十届王者之战北京赛区第一桌第八轮比赛。我是本局主裁李想，这位是我的助手周萌，我的右手边是杀气腾腾战队，我的左手边是北京逐鹿战队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请选择一路武将。请选择一路武将。本局武将：貂蝉、张角、黄忠、华佗、马超、郭嘉、许褚、孙权、赵云、关羽、周瑜、吕蒙、曹操、夏侯渊、黄月英、孙尚香。暖子汪，请决定哪方先选将。暖子汪，请选择一名武将。郭嘉。暖子汪选择两名武将。黄月英。孙尚香。暖子汪两名武将，20秒。华佗。孙权。冷子汪两名武将，20秒。貂蝉。周瑜。冷子汪两名武将，20秒。夏侯渊。许褚。冷子汪两名武将，20秒。曹操。马超。暖色帮两名武将，20秒。关羽。赵云。冷色帮两名武将，20秒。张角。黄忠。暖色帮吕蒙。展示双方武将，10秒。好，现在双方收起武将，并选择三名武将，90秒。是。是。OK， 双方亮将。暖子汪主帅郭嘉40力，前锋孙权4体力，前锋关羽4体力，暖子汪主帅黄月英4体力，前锋周瑜3体力，前锋貂蝉3体力。暖子汪决定哪方先行动。黄月英，请询问检查骑士手牌是否为4张，当前方不行动上，请上手牌倒扣于桌面上。欢迎装备加一码，欢迎弃掉方块闪。回合结束，4体力4手牌。暖子汪行动顺序：孙权、杀郭嘉，请响应。郭嘉受到你伤害，发动遗迹。
一张牌给孙权。无中生有，三二一，顺手牵羊木妖貂蝉，三无懈可击，三二一，南蛮入侵郭家方向，南蛮入侵郭家方向，郭家，三二一，一记电台是否注意到？对不起，国家手段下发动技能一记，一张牌给孙权，一张关羽，那个南蛮入侵，三二一，杀，南蛮入侵，三二一，杀，黄银，三二一，草花杀，貂蝉，三二一，草花杀，结算完毕。孙权使用决斗，我们要周瑜，三二一，周瑜响应，周瑜受到一点伤害，孙权弃掉加一马八卦阵方天画戟，减一马黑桃沙草花沙，发动制衡六张，无中生有，三二一，孙权装备青钢剑，攻击范围二，孙权装备减一马，孙权弃掉草花杀，回合结束，四至四手牌，关羽，关羽杀周瑜，请响应，周瑜受到一点伤害，关羽使用过河拆桥，目标周瑜，三二一，等候洗牌，请选择拆掉周瑜，乐不思蜀。关羽回合结束，四十里四手牌，冷子方，行动顺序。周瑜，发动技能英姿，发动技能英姿三张。七号杀人目标孙权，杀关羽，三二一，孙权失去青钢剑，顺手枪目标关羽，三二一，洗牌吗？选择 AB， 关羽周瑜装备寒冰剑，攻击范围二，杀关羽是否出闪？闪，周瑜装备铸五连弩，攻击范围一，周瑜弃掉黑桃青钢剑，回合结束，一局一手牌，
貂蝉。乐不思蜀，目标郭嘉。貂蝉技巧方块闪，发动离间，目标关羽、孙权、关羽，关羽受到一点伤害。貂蝉回合结束，闭月，三体力，三手牌，郭嘉、乐不思蜀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判定。判定牌为方块闪，乐不思蜀生效，发动天度，获得方块闪。国家弃掉过河拆桥、八号阵三张方板闪，回合结束，两体力，两手牌，双方胜牌重置，冷刺方行动顺序。周瑜回合发动技能英姿，发动英姿三张，杀关羽，请响应。关羽出闪。万箭齐发关羽方向，关羽三、二、一，请响应。关羽受到一点伤害。郭嘉三、二、一，无懈可击。郭嘉三、二、一生效。三、二、一，孙权。请问周瑜手牌数？一张。孙权受到一点伤害。貂蝉。三、二、一，方块闪，黄二英三、二、一，闪，结算完毕。追省桃回复掩体力，追回合结束，两体力零手牌，貂蝉。杀孙权，请响应。闪。弃杀离间，孙权和关羽。貂蝉弃掉黑桃杀离间，孙权、关羽，孙权请响应。孙权受到点伤害。貂蝉回合结束，发动闭月，三体力，三手牌，暖色方行动顺序。孙权，无中生有。孙权是无中生有，三、二、一，顺手牵羊貂蝉，顺手牵羊目标貂蝉，三、二、一，起牌吗？请选择 A、B。二 B。决斗周瑜。孙权决斗周瑜，三、二、一，周瑜一点伤害。孙权弃掉风板闪，减一马，杀，杀，减一马，发动技能制衡五张。五张，无中生有，三、二、一，杀貂蝉，请响应。貂蝉受到一点伤害。过河拆桥，黄月英。过河拆桥，黄月英，三、二、一，洗牌吗？选择，拆掉黄婉英。
黑桃沙。乐不思蜀，黄月英。乐不思蜀，黄月英。孙权使用桃，回复点体力。孙权回合结束，三体力，三手牌。关羽。顺手枪，周瑜，三，二，一。诸葛连弩。关羽使用五圣，使用方块诸葛连弩发动五圣杀周瑜。周瑜请响应。周瑜受令下濒死，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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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貂蝉使用桃，周瑜回复点体力。关羽暴露丈八蛇矛，严重警告一次。严重警告一次。关羽回合结束，两体力，两手牌。黄月英，乐不思蜀，三，二，一，请判定。判定牌为红桃，桃，乐不思蜀失效。五五风灯，貂蝉方向，极致。五五风灯牌有无懈可击、草花杀、雌雄双舞剑、五谷风灯、决斗、南蛮入侵。黄月英，三二一，南蛮入侵。貂蝉，三二一。无懈可击。孙权，三二一，决斗。郭嘉，三二一，雌雄剑。关羽，三二一，杀周瑜。三二一，五五风灯，继续。南蛮入侵，周瑜方向极致。南蛮入侵，三二一，周瑜受到你伤害，濒死，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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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人出逃，周瑜阵亡。弃掉手牌五谷丰登，黄月英获得三张奖励牌。南蛮入侵，三二一，关羽杀，三二，无懈可击，郭嘉极致。三二一成效。孙权，三二一，孙黄英手牌错，七张，手牌有七张。杀貂蝉，请响应。三二一，貂蝉受到你伤害。国寨交孙权极致。三二一，洗牌吗？拆掉孙权方块逃。国寨交孙权极致。三二一，选择拆掉孙权草花杀。杀关羽，杀关羽，请响应。闪黄英装备诸葛连弩，攻击范围一。杀关羽，请响应。关羽受到点伤害。杀关羽，杀关羽。这手牌倒回桌面上，三张。关羽受到点濒死，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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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人出逃，关羽阵亡。弃掉手牌丈八蛇矛，黄英三张奖励牌。杀貂蝉，请响应。貂蝉受到伤害，濒死求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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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人出逃，貂蝉阵亡。弃掉手牌无懈可击麒麟弓，黄月英三张奖励牌。
杀孙权，请响应。孙权受到点伤害。杀孙权。杀孙权，请响应。孙权受到点伤害。杀孙权。杀孙权，请响应。孙权受到点濒死，求逃。逃，逃，逃，无人出逃，孙权阵亡。手牌，决斗，黄英三张奖励牌。南蛮入侵，极致，三，二，一，请响应。杀。杀国家。杀国家，请响应。闪。欢迎装备人王盾。黄羊弃掉桃园结义，方板闪，回合结束，四子里四手牌，国家。国家叫黄羊鹰，三二一，请选择。加一马。顺手将黄羊鹰，三二一，起牌吗？诸葛连弩，国家回合结束，两体力，两手牌，胜牌重置，黄月英。杀国家，请响应。国家手电闪闪，发动遗迹。黄英装备加一马。黄英回合结束，四体力，四手牌。国家回合，请等候洗牌。我操，掉一张。国家叫黄鹰，三二一，选择拆掉黄鹰人王盾。国家手桃回复点体力，国家手桃回复点体力。国家回合结束，三体力，三手牌，胜牌重置，黄鹰。黄羊装备冠师傅，攻击范围三。弃诸葛连弩，回合结束，四对四手牌，国家。南蛮入侵，黄鹰请响应。黄鹰一点伤害。国家准备青龙偃月刀，攻击范围三，三体力，三手牌，回合结束，胜牌重置，黄月英。黄英省桃回复点体力，装备八卦阵，黄英装备八卦阵，借刀杀人，借国家刀杀我，极致，借刀杀人，国家杀黄月英。